球华人声援武汉齐抗疫。今天是全球华人声援武汉齐抗疫，加油！地点积极抓你，把窗户关起来，在家里唱。日期是1月28日，去到抗疫成功的一日。8点钟唱国歌，8点10分歌唱祖国。武汉加油，湖北加油，中国加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。加油，祖国加油，我们支持你，加油哦。武汉加油。唱完之后我们就大喊武汉加油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，国加油。我们内地的同胞加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香港的同胞支持你们，唱出加油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，中华民族到了最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神的歌声多么响亮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